看到林志玲跟他儿子的模样出现了，非常的感谢哈，因为我们的林志玲爸爸。其实连续的十年一直教会我们的地方的学子，那受到我们林志玲基金会的协助的学生已经达到大概有680多位哈、哦。那每年真的非常感谢林爸爸，他能够特别拨空的到我们的后壁区来，那不但是对我们的学子的一个鼓励，其实也对我们后壁区的学校的老师校长的一个鼓励，那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林爸爸能够特别在百忙之中能够拨空下来。念文教授饮血思源，如果没有我的父亲如果没有这个家乡的教养，这就不能成个有用的人，所以我认为这就像一把火，我们这样圣火一直传。我们这个，我这前天看到我们的那个小提琴，每一个人那个能量都很大，这都看出我看了都很感动。我在我们英国能够那个超点音啊，各人啊，每一个人都弹可以弹很好的，这都是我们的教育成功。哦，谢谢师长啊，谢谢区长，谢谢我们整个教育界的这个努力。